你这个肿多久了？今天早上。今天哦。这个地方哈，因为可能是被叮到了哈。这个地方有叮到，然后呢，这个肿起来，淋巴回流就受阻了。那我们现在哦，要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啊，就是把这个驱血驱回去哈，让它可以拿得出来。刚好，我就拍摄这个地方哈。所以这个拿不动了哈，我们给它取血来。这个在我们外科手术是经常用到这个方式的。弟弟，你去弄那个抽一点生理盐水。没事，等下。哎，阿贝，嗯，再见。
早上睡醒都拿不下来了吧？对。但是那时候都他没有想要拿吧？好用啊。那时候就拿不下。你有想要拿下来拿不下来？这用肥皂水拿不下来？怎么可能呢？好，怎么办？都拿下来吗？这样如果还拿不下来，就是要用锯的，用剪的。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这样可以那我会痛吗？快下来，快下来！我忍耐一下。快拿下来！下来了哈，不痛，我这一定要拿下来就对了。好，很棒吧哈，好，来解释。